小宝，快出来进攻！小胡子，胡子正在方便，你现在正好方便骚扰他，快下来！你去。下去，下到二楼，再下一楼就能打着小胡子了。你去，哎呦，小胡子又在里头欺负小宝呢！小宝，快跑出来！这猫窝成了你们的竞技场了，快跑出来！我去，给好看给吓一跳。看小宝呢，小宝过来攻击，好看，快！小宝又和好看打上了，小胡子在一边观战。小宝是主动挑衅，打的慢条斯理的，能不能加快节奏啊？胡子，你不是好战分子吗？你怎么还这么安静呢？中场休息。哎呦，路过看了看。知道你就喜欢看热闹啊。哎呦，这小宝你干啥呢？连你妈都糊了。好看。你瞅你胖乎乎的。又蹲蹲的，他最蹲实，这里面小宝都比小宝看不过去，好看打滚又上去又和他打起来了。卖啥萌？就是卖萌也应该我卖萌，卖萌十八滚。就有点像好看刚来的时候和偶像打，和 AU 打，以小博大。小宝就是好看当初的样子，但好看和小宝打也不是狠手。那个小胡子他就爱下狠手，给我都挠两道口子。来看看尊荣陶醉的样子啊，都不争。哎呦去，你还是闭上吧，一睁像银眼睛似的。